不能再拖了，怎么不在广教干呢？做衣服没前途。吴景山没还，长发跟少林的时候说好了，每年都有份款。悄悄的吧，你不跟我走，到时候你跟仲基威认识。收得过你两笔钱，一共4-3万。那都怼了噻。我不要你的钱。 事故已经造成35人遇难。你是叫小玉吧？我是叫你老婆。晚上客人多吗？不好说，凌晨1点一波。你能不能当着全村人的面说一说村里的政策问题？我咋不是告诉你了？还没得钱啊？ 我不是小姐，回家找你老婆去。就这样。高就行，高就行。你们妖怪，都怪老天爷，有啥子想不通，都去问他。